《妙法莲华经》卷第三，《药草御品》第五。尔时，世尊告摩诃迦摄及诸大弟子：“善哉，善哉！迦摄善说如来真实功德，诚如所言，如来富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功德，汝等若于无量亿劫，说不能尽。”迦摄，当知如来是诸法之王。若有所说，皆不虚也。于一切法以至方便而演说之，其所说法皆悉道于一切智力。如来观知一切诸法之所归去，亦知一切众生身心所行，通达无碍，又于诸法究竟明了，示诸众生一切智慧。迦摄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桧木丛林及诸药草种类若干，名色各异，密云弥布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一时等数，其则普洽。桧木丛林及诸药草，小根小茎，小枝小叶，中根中茎，中枝中叶，大根大茎，大枝大叶，株数大小随上中下各有所受，一云所语，称其种性而得生长花果肤实。虽一地所生，一雨所润，而诸草木各有差别。迦摄当知，如来亦复如是，出现于世如大云起，以大音声普遍世界，天人阿修罗，如彼大云遍覆三千大千国土，于大众中而唱誓言：“我是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为度者令度，为解者令解，为安者令安，为涅槃者令得涅槃。今世后世如实知之。我是一切知者，一切见者，知道者，开道者，说道者，汝等天人阿修罗众，皆应到此未听法故。”尔时，无数千万亿种众生来至佛所而听法。如来于时观视众生诸根利钝，精进懈怠，随其所堪而为说法，种种无量皆令欢喜，快得善利，是诸众生闻是法已，现世安稳，后生善处，以道受乐，亦得闻法。既闻法已，离诸障碍，于诸法中任力所能，见得入道。如彼大云与于一切桧木丛林及诸药草，如其种性具足蒙润，各得生长。如来说法一相一位，所谓解脱相、离相、灭相，究竟至于一切种智。岂有众生闻如来法，若持读诵，如说修行，所得功德不自觉之。所以者何？唯有如来知此众生种相体性，念何事，思何事，修何事，云何念，云何思，云何修，以何法念，以何法思，以何法修，以何法得何法。众生住于种种之地，唯有如来如实见之，明了无碍。如彼桧木丛林诸药草等，而不自知上中下性，如来知是一相一位之法。所谓解脱相、离相、灭相、究竟涅槃、常寂灭相，终归于空。佛知是已，观众生心欲而将护之，是故不计未说一切种智。汝等迦摄甚为稀有，能知如来随意说法，能信能受。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随意说法，难解难知。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“或有法王出现世间，随众生欲种种说法，如来尊重智慧深远，久默思要不误诉说，有智若闻则能信解，
无智以毁则为勇师。是故家设随立未说，以种种缘令得正见。家设当知，譬如大云起于世间，遍覆一切，惠云含润，电光晃耀，雷声远震，令众越狱，日光掩蔽，地上清凉，爱戴垂布，如可承揽，其雨普挡，四方俱下，流树无量，率土冲洽，山川险谷，幽邃所生，惠木药草，大小诸树，白骨苗架，甘蔗葡萄，雨之所润，无不丰足，甘地普洽，药木并茂，其云所出，一味之水，草木丛林随分受润，一切诸树上中下等，趁其大小各得生长，根茎枝叶花果光色，一雨所及皆得先泽，如其体相性分大小，所润是一而各姿貌，佛亦如是，出现于世，譬如大云普覆一切，既出于世，为诸众生分别演说诸法之时，大圣世尊于诸天人一切众中而宣誓言，我为如来两足之尊，出于世间犹如大云，充润一切枯槁众生，皆令离苦得安稳乐，世间之乐即涅槃乐，诸天人众一心善听，皆应到死尽无上尊，我为世尊无能及者，安稳众生故现于世，为大众说甘露净法，其法一味解脱涅槃，一妙音演唱思义，常为大乘而作因缘，我观一切普皆平等，无有彼此爱憎之心，我无贪着亦无羡爱，恒为一切平等说法，如为一人众多亦然，常演说法曾无他事，去来坐立终不疲厌，充足世间如雨普润，贵贱上下持戒毁戒，威仪具足即不具足，正见邪见立根顿根，等与法语而无懈倦，一切众生闻我法者，随力所受住于诸地，或处人天转轮圣王，示范诸王是小药草，知无漏法能得涅槃，起六神通即得三明，独处山林常行禅定，得圆觉证是中药草，求世尊处我当作佛，行精进定是上药草，又诸佛子专心佛道，常行慈悲自知作佛，决定无疑是名小数，安住神通转不退轮，度无量亿百千众生，如是菩萨名为大数，佛平等说如一味语，随众生性所受不同，如彼草木所秉各异，佛以此喻方便开示，种种言辞演说异法，于佛智慧如海一滴，我欲法语充满世间，一味之法随力修行，如彼丛林药草诸树，随其大小渐增茂好，诸佛之法常以一味，令诸世间普得具足，见次修行皆得道果，声闻缘觉处于山林，住最后身闻法得果，是名药草各得增长，若诸菩萨智慧坚固，了达三界求最上乘，是名小数而得增长，复有助禅得神通力，闻诸法空心大欢喜，放无数光度诸众生，是名大数而得增长，如是迦摄，佛所说法譬如大云，以一味语润于人花，各得成实，迦摄当知，以诸因缘种种譬喻开示佛道，是我方便诸佛亦然，今为汝等说最实事，诸声闻众皆非灭度，汝等所行是菩萨道，渐渐修学悉当成佛，受记品第六。
尔时世尊说是记忆，告诸大众唱如是言：我此弟子摩诃迦舍于未来世当得奉敬300万亿诸佛世尊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广宣诸佛无量大法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名曰光明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国名光德，节名大庄严，佛寿12小节，正法注释20小节，相法译注20小节，国界严饰无诸秽恶，瓦砾荆棘遍历不净，其土平整无有高下坑坎堆覆，琉璃为地宝树行列，黄金为绳以戒道策，散珠宝花周遍清净，齐国菩萨无量千亿，诸声闻众亦复无数，无有魔事，虽有魔及魔民，皆护佛法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告诸比丘，我以佛眼见世迦舍，于未来世过无数劫，当得作佛，而于来世供养奉敬300万亿诸佛世尊，为佛智慧静修梵行，供养最上二足尊已，修习一切无上智慧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其土清净琉璃为地，多诸宝树行列道侧，金绳戒道见者欢喜，常出好香散众名花，种种奇妙以为庄严，其地平正无有丘坑，诸菩萨众不可称计，其心调柔逮大神通，奉持诸佛大乘经典，诸声闻众无漏后身，法王之子亦不可计，乃以天眼不能数之，其佛当受12小节，正法注释20小节，相法译注20小节，光明世尊其事如是。尔时大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旃延等皆悉耸立一心合掌瞻仰尊严，目不暂舍，即供同声而说偈言：大雄猛世尊，诸世知法王，哀悯我等故而赐佛音声，若知我身心见为受偈者，如以甘露洒除热得清凉，如从箕国来呼吁大王善，心犹怀疑惧未敢即便时，若复得王教然后乃敢时，我等亦如是每为小乘过，不知当云何得佛无上慧，虽闻佛音声言我等作佛，心上怀忧惧如未敢便时，若蒙佛受记而乃快安乐。大雄猛世尊常欲安世间，愿赐我等记如饥须交时。尔时世尊知诸大弟子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：是须菩提于当来世奉敬300万亿那由他佛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常修梵行具菩萨道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号曰明相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节名有宝国名宝生，其土平正玻璃为地宝树庄严，无诸丘坑沙砾荆棘遍历之慧，宝花覆地周遍清净，其土人民皆除宝台真庙楼阁，声闻弟子无量无边，算出譬喻所不能知，诸菩萨众无数千万亿那由他，佛寿12小节，正法注释20小节，相法译注20小节，其佛常处虚空为众说法，度脱无量菩萨及声闻众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诸比丘众今告汝等，皆当一心听我所说，我大弟子须菩提者
当得作佛，号曰明相，当供无数万亿诸佛，随佛所行，见具大道，最后深得32相，端正殊妙，优如宝山，其佛国土严净第一，众生见者无不爱乐，佛于其中度无量众，其佛法中多诸菩萨，皆悉立根转不退轮，彼国常以菩萨庄严，诸声闻众不可称数，皆得三明，具六神通，住八解脱，有大威德，其佛说法现于无量，神通变化不可思议，诸天人民数如恒沙，皆共合掌听受佛语，其佛当受12小节，正法注释20小节，相法译注20小节。尔时世尊复告诸比丘众：我今喻汝，是大家瞻言，于当来世以诸供具供养奉侍8000亿佛，恭敬尊重。诸佛面后各起塔庙，高1000由旬，纵广正等500由旬，以金银琉璃、砗磲玛瑙、珍珠玫瑰、7宝合成，种花璎珞、涂香墨香、烧香，增盖床幡，供养塔庙。过世以后，当复供养20000亿佛，亦复如是。供养是诸佛已，具菩萨道，当得作佛，号曰阎浮那提金光如来。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其土平正，玻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黄金为绳，以戒道策，妙花覆地，周遍清净，见者欢喜，无四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阿修罗道，多有天人诸声闻众及诸菩萨无量万亿庄严其国。佛授12小节，正法注释20小节，相法译注20小节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诸比丘众皆以心听，如我所说真实无异，是迦瞻言当以种种妙好供具供养诸佛。诸佛灭后起7宝塔，亦以花香供养舍利，其最后身得佛智慧，成等正觉，国土清净，度脱无量万亿众生，皆为十方之所供养。佛之光明无能胜者，其佛号曰阎浮金光。菩萨声闻断一切有，无量无数庄严其国。尔时世尊复告大众：我今喻汝，是大目犍连，当以种种供具供养8000诸佛，恭敬尊重。诸佛灭后各起塔庙，高1000由旬，纵广正等500由旬，以金银琉璃、砗磲玛瑙、珍珠玫瑰、7宝合成，种花璎珞、涂香墨香、烧香，增盖床幡以用供养。过世以后，当复供养200万亿诸佛，亦复如是，当得成佛，号曰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。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结明喜满，国民亦乐，其土平正，玻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散珍珠花，周遍清净，见者欢喜，多诸天人菩萨声闻，其数无量。佛授24小节，正法注释40小节，相法译注40小节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我此弟子大目犍连，舍是身已得见8200万亿诸佛世尊，为佛道故供养恭敬，于诸佛所常修梵横，于无量劫奉持佛法，诸佛灭后起7宝塔，常表金刹，花香伎乐，而以供养诸佛塔庙，渐渐具足菩萨道矣，于亦乐国而得作佛，
号多摩罗旃檀之乡，其佛寿命24劫，常为天人演说佛道，声闻无量如恒河沙，三明六通有大威德，菩萨无数智故精进，于佛智慧皆不退转。佛灭度后，正法当住40小节，相法一耳。我诸弟子威德具足，其数500皆当受记。于未来世贤德成佛，我及汝等宿世因缘，吾今当说汝等善听。化成御品第7。佛告诸比丘，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其国名好成，结名大相。诸比丘，彼佛灭度以来甚大久远，譬如3000大千世界所有地种，假使有人莫以为莫，过于东方千国土，乃下一点，大如微尘，又过千国土，复下一点，如是辗转尽地众末，于汝等亦云何？是诸国土若算师，若算师弟子，能得边际，知其数否？否也，师尊。诸比丘，世人所经国土，若点不点，尽抹为尘，一尘一劫，彼佛灭度以来，复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我以如来知见力故，观彼久远，犹若今日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我念过去世无量无边劫，有佛两足尊，名大通智胜，如人以力摩3000大千土，尽此诸地种，皆悉以为末，过于千国土，乃下一尘点，如是辗转点，尽此诸尘末，如是诸国土点与不点等，复尽抹为尘，一尘为一劫，此诸微尘数，其劫复过世，彼佛灭度来，如是无量劫，如来无外智知彼佛灭度，即声闻菩萨如见今灭度。诸比丘当知，佛智净微妙，无漏无所碍，通达无量劫。佛告诸比丘，大通智胜佛受540万亿那由他劫，其佛本座道场破魔君矣，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诸佛法不现在前，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，皆加夫作身心不动，而诸佛法犹不在前。尔时高丽诸天先为彼佛于菩提树下敷狮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佛于此座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作此座施诸梵天王欲众天花面百由旬，香风时来吹去尾花更欲心者，如是不绝，满十小节供养于佛乃至灭度，常欲此花。四王诸天为供养佛常积天鼓，其余诸天作天祭月满十小节，至于灭度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，大通智胜佛过十小节，诸佛之法乃现在前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其佛未出家时有16子，其第一者名曰智积，诸子各有种种真意完好之具，闻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舍所真往诣佛所，诸母涕泣而随诵之。其祖转轮圣王与100大臣及于百千万亿人民皆共围绕随至道场，咸欲亲近大通智胜如来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道以头面礼足绕佛臂矣，一心合掌瞻仰世尊以祭诵曰：大威德世尊，为度众生故，
于无量亿岁而乃得成佛，诸愿以具足善哉及无上。世尊甚稀有一座十小节，身体及手足竟然安不动，其心常淡泊，未曾有散乱，究竟永寂灭，安住无漏法。今者见世尊安稳成佛道，我等得善利，称庆大欢喜。众生常苦恼，盲明无导师，不识苦尽道，不知求解脱。长夜增恶趣，减损诸天众，从明入愚明，永不闻佛名。今佛得罪上，安稳无漏道，我等及天人唯得最大利，是故贤其手归命无上尊。尔时十六王子祭赞佛已，劝请世尊转于法轮，贤作誓言：世尊说法多所安稳，怜悯饶益诸天人民，重说祭言。世雄无等伦，百福自庄严，得无上智慧，愿为世间说，度脱于我等及诸众生类，为分别显示，令得世智慧。若我等得佛，众生亦复然。世尊知众生身心之所念，一知所行道，又知智慧力，欲乐即修福，宿命所行业。世尊悉知矣，当转无上轮。佛告诸比丘：大通智胜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十方各五百万亿诸佛世界六种震动，其国中间幽冥之处，日月微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，其中众生各得相见，贤作誓言：此中云何呼声众生，又其国界诸天宫殿乃至梵宫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遍满世界，胜诸天光。尔时东方五百万亿诸国土中，梵天宫殿光明照耀，备于长明。诸梵天王各作誓念：今者宫殿光明昔所未有，以何因缘而现此相？是时诸梵天王即各相议，共议此事。十比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救一切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我等诸宫殿光明昔未有，此事何因缘，亦各共求之。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而此大光明遍照于十方。尔时五百万亿国土诸梵天王与宫殿俱，各以衣该成诸天花共议西方，推寻事相。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，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、乾闼婆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非人等恭敬围绕。即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，即时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百千匝，即以天花而散佛上，其所散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其菩提树高十由旬，花供养已，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：唯见哀悯饶益我等所献宫殿，愿垂纳处。十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同声以祭颂曰：世尊甚稀有，难可得值遇，具无量功德，能救护一切天人之大师，哀悯于世间，十方诸众生普皆蒙饶益。我等所从来五百万亿国，舍身禅定乐，为供养佛故。我等先是福，宫殿甚严饰，今以奉世尊为愿哀纳受。尔时诸梵天王祭赞佛已，各作誓言：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度脱众生，开涅盘道。十诸梵天王一心同声而说偈言：世雄两足尊，唯愿演说法，
以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。尔时大通至圣如来默然许之。又诸比丘，东南方500万亿国土诸大梵王，各自见宫殿光明照耀，悉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稀有心，即各相议，共议此事。十比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大悲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世事何因缘而现如此相？我等诸宫殿光明悉未有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未曾见此相，当共一心求，过千万亿土寻光共推之，多是佛出世度脱苦众生。尔时500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，各以一该成诸天花共议西北方，推寻事相，见大通至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乾闼婆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即见16王子请佛转法轮，持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1000匝，即以天花而散佛上，所散之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已，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：唯见哀悯饶益我等，所献宫殿愿垂纳受。尔时诸梵天王集于佛前，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：圣主天中王，嘉陵贫且生，哀悯众生者，我等今敬礼。世尊甚稀有，久远乃一现。180劫空过无有佛，三恶道充满，诸天众减少，今佛出于世，为众生作眼，世间所归去，救护于一切，为众生之父，哀悯饶益者，我等素福庆，今得执世尊。尔时诸梵天王既赞佛已，各作誓言：唯愿世尊哀悯一切，转于法轮度脱众生。持诸梵天王一心同声而说偈言：大圣转法轮，显示诸法相，度苦恼众生，令得大欢喜。众生闻此法，得道若升天，诸恶道减少，忍善者增益。尔时大通至圣如来默然许之。又诸比丘，南方500万亿国土诸大梵王，各自见宫殿光明照耀，悉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稀有心，即各相议，共议此事。以何因缘，我等宫殿有此光耀？十比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妙法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我等诸宫殿光明甚微耀，此非无因缘，是相亦求之。过于1000劫未曾见世相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。尔时500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，各以一该成诸天花共议北方，推寻事相，见大通至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乾闼婆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即见16王子请佛转法轮，持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1000匝，即以天花而散佛上，所散之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已，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：唯见哀悯饶益我等，所献宫殿愿垂纳受。尔时诸梵天王集于佛前，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：世尊甚难见，破诸烦恼者，过130劫今乃得一见。诸饥渴众生以法语充满，其所未曾睹无量智慧者，如幽昙波花，今日乃值遇。
我等诸宫殿蒙光顾严氏，世尊大慈悯，唯愿垂纳受。尔时诸梵天王祭赞佛已，各作誓言，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令一切世间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皆获安稳而得度脱。施诸梵天王一心同生，以祭颂曰：唯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，积于大法鼓而吹大法锣，普育大法语，度无量众生。我等贤归请，当演深远音。尔时大通至圣如来默然许之，西南方乃至下方亦复如是。尔时上方500万亿国土诸大梵王皆悉自睹所指宫殿光明威耀，昔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稀有心，即各相议共议此事。以何因缘我等宫殿有思光明？持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施气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今以何因缘我等诸宫殿威德光明耀，言事未曾有，如是之妙相，其所未闻见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。尔时500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，各以衣该成诸天花共议下方，推寻事相，见大通至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，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乾闼婆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即见16王子请佛转法轮。持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1000匝，即以天花而散佛上，所散之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已，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：唯见哀悯饶益我等，所献宫殿愿垂纳处。持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同生，以祭颂曰：善哉见诸佛，救世之圣尊，能于三界狱免出诸众生，普至天人尊哀悯群猛类，能开甘露门广度于一切，于悉无量劫空过无有佛，世尊未出时十方常暗明，三恶道增长阿修罗亦胜，诸天众转减，此多堕恶道，不从佛闻法，常行不善事，色力及智慧思等皆减少，罪业因缘故，失乐及乐享，住于邪见法，不识善疑则，不蒙佛所化，常堕于恶道。佛为世间眼，久远实乃出，哀悯诸众生，故现于世间，超出成正觉，我等甚心庆，及于一切众喜叹未曾有。我等诸宫殿蒙光顾严氏，今以奉世尊为垂哀纳受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尔时500万亿诸梵天王祭赞佛已，各白佛言：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多所安稳，多所度脱。施诸梵天王而说偈言：世尊转法轮，积甘露法鼓，度苦恼众生，开示涅槃道。唯愿受我请，以大微妙音，哀悯而敷衍，无量劫喜法。尔时大通至圣如来受十方诸梵天王及16王子请，即时三转12行法轮，若沙门婆罗门若天魔梵，基于世间所不能转，为是苦，是苦集，是苦灭，是苦灭道，即广说12因缘法：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忧悲苦恼，无明灭，
则形灭，形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永灭，永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。佛于天人大众之中说是法时，600万亿那由他人亦不受一切法故，而于诸漏心得解脱，皆得深妙禅定三明六通具八解脱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说法时，1000万亿恒河沙那由他等众生亦不受一切法故，而于诸漏心得解脱。从事以后，诸声闻众无量无边不可称数。尔时16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为沙弥，诸根通力智慧明了，已曾供养1000000亿诸佛，静修梵行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具白佛言：世尊，是诸无量1000000亿大德声闻皆已成就，世尊亦当为我等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我等闻已皆共修学。世尊，我等志愿如来之现身心所念佛字正知。尔时转轮圣王所将众中80000亿人见16王子出家，亦求出家，王即听许。尔时彼佛受沙弥请，过20000劫矣，乃于四众之中说是大乘经，名妙法莲花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。说是经已，16沙弥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皆共受持讽诵通力。说是经时，16菩萨沙弥皆悉信受，声闻众中亦有信解，其余众生1000000亿种皆生疑惑。佛说是经于8000劫未曾修废，说此经已即入净室，住于禅定84000劫。是时16菩萨沙弥知佛入室，既然禅定，各生法座，亦于84000劫为四部众广说分别妙法华经，一一皆度6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众生，释教利喜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大通至圣佛过84000劫矣，从3昧起往一法座安详而坐，普告大众：是16菩萨沙弥甚为稀有，诸根通力智慧明了，已曾供养无量1000万亿数诸佛，于诸佛所常修梵行，受持佛智，开示众生，令入其中，汝等皆当烁烁亲近而供养之。所以者何？若声闻辟支佛及诸菩萨能信是16菩萨所说经法，受持不悔者，世人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之慧。佛告诸比丘：是16菩萨常乐说是妙法莲花经，一菩萨所化6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众生，世世所生与菩萨俱，从其闻法悉皆信解，以此因缘得知40000亿诸佛世尊于今不尽。诸比丘，我今遇汝，彼佛弟子16沙弥今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，有无量1000000亿菩萨声闻以为眷属，其2沙弥东方作佛，一名阿处在欢喜国，二名须弥顶，东南方二佛，一名狮子音，二名狮子相，南方二佛，一名虚空住，二名常灭，西南方二佛，一名地相，二名梵相，西方二佛，一名阿弥陀，二名度一切世间苦恼，西北方二佛，一名多摩罗跋旃檀香神通，
二名须弥相，北方二佛，一名云自在，二名云自在王，东北方佛名坏一切世间部位。第十六，我释迦牟尼佛于娑婆国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比丘，我等为沙弥时，各个教化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等众生，从我闻法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此诸众生于今有住声闻地者，我常教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诸人等应以是法渐入佛道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智慧难信难解。尔时所化无量恒河沙等众生者，汝等诸比丘，即我灭度后未来世中声闻弟子是也。我灭度后复有弟子不闻是经，不知不觉菩萨所行，自于所得功德生灭度想，当入涅槃。我于余国作佛更有一名，世人虽生灭度之想，入于涅槃，而于彼土求佛智慧，得闻是经，唯以佛乘而得灭度，更无余乘，除诸如来方便说法。诸比丘，若如来自知涅槃始道，众又清净信解坚固，了达空法深入禅定，便及诸菩萨及声闻众未说是经，世间无有二乘而得灭度，唯一佛乘得灭度耳。比丘当知，如来方便深入众生之性，知其至乐小法深着五欲，为是等故说于涅槃，世人若闻则便信受。譬如五百由旬险难恶道，况觉无人不畏之处，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处，有一导师聪慧明达，善知险道通色之相，将导众人欲过此难，所将人众中路懈退，白导师言：我等疲极而复部位不能复进，前路悠远，今欲退还。导师多诸方便而作试念，此等可悯，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？作是念已，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，化作一城，告众人言：汝等勿步，莫得退还。今此大城，可于终止随意所作，若入世城，快得安稳；若能前至宝所，亦可得去。是时疲极之众心大欢喜，叹未曾有，我等今者免思恶道，快得安稳。于是众人潜入化城，生以度想，生安稳想。尔时导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，无复疲倦，即灭化城，与众人言：汝等去来宝处在近，向者大城我所化作，为止息耳。诸比丘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今为汝等做大导师，知诸生死烦恼恶道险难长远，应去应度。若众生但闻一佛乘者，则不欲见佛，不欲亲近，便作是念：佛道长远，久受勤苦，乃可得成。佛之是心却若下列，以方便力而于中道为止息故，说二涅槃。若众生住于二地，如来尔时即便未说，汝等所作未办，汝所住地近于佛会，当观察筹量所得涅槃，非真实也。但是如来方便之力，于一佛乘分别说三，如彼导师为止息故，化作大乘，既知息矣而告之言：宝处在近，此城非实，我化作耳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大通至圣佛时节作道场，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诸天神龙王阿修罗众等常欲于天花以供养彼佛，
诸天击天鼓，并作众伎乐，相逢吹尾花，更与新好者，过十小节矣，乃得成佛道。诸天即是人，心皆怀踊跃。彼佛十六子，皆与其眷属，千万亿围绕，俱行至佛所，头面礼佛足，而请转法轮，圣师子法语，充我及一切。世尊甚难值，久远十一线，为觉悟群生，震动于一切。东方诸世界，五百万亿国，梵宫殿光耀，悉所未曾有。诸梵见此相，寻来至佛所，散花以供养，并奉上宫殿，请佛转法轮，以祭而赞叹。佛之时未至，受请默然坐。三方即四围，上下亦附耳，散花奉宫殿，请佛转法轮。世尊甚难值，愿以本慈悲，广开甘露门，转无上法轮。无量慧世尊，受彼众人请，为宣种种法，四谛十二缘，无名至老死，皆从生缘有。如是众过患，汝等应当知。宣唱是法时，六百万亿该得尽诸苦际，皆成阿罗汉。第二说法时，千万恒沙众于诸法不受，亦得阿罗汉。从事后得道，其数无有量，万亿劫算数，不能得其边。时十六王子出家作沙弥，皆共请彼佛演说大乘法，我等即迎从，皆当成佛道，愿得如世尊慧眼第一境。佛之童子心，宿世之所行，以无量因缘，种种诸譬喻，说六波罗蜜及诸神通事，分别真实法菩萨所行道，说是《法华经》如恒河沙记。彼佛说经已，竟使入禅定，一心一处作八万四千劫。是诸沙弥等知佛禅未出，为无量义众说佛无上慧，各个作法作说是大乘经。于佛宴祭后，宣扬诸法化，依沙弥等所度诸众生，有六百万亿恒河沙等众。彼佛灭度后，是诸闻法者，再在诸佛土常与师俱生，是十六沙弥具足行佛道，今现在十方，各得成正觉。尔时闻法者，各在诸佛所，其有助生闻，见教以佛道。我在十六树曾亦为汝说，是故以方便引汝去佛会，以是本因缘，今说《法华经》，令汝入佛道，慎勿怀经惧。譬如险恶道，窘绝多毒兽，又复无水草，人所不畏处，无数千万众欲过此险道，其路甚旷远，经五百由旬。时有一导师，强识有智慧，明了心决定，再显济众难。众人皆疲倦，而白导师言，我等今顿乏，于此欲退还。导师作是念，此辈甚可悯，如何欲退还而失大珍宝。寻时思方便，当设神通力，化作大城郭，庄严诸舍宅，周匝有园林，渠流及浴池，重门高楼阁，男女皆充满。既作是化矣，为众言勿惧，汝等入此城，各可随所乐。诸人既入城，心皆大欢喜，皆生安稳想，自谓已得度。导师知悉矣，集众而告言，汝等当前进，此事化成耳。我见汝疲极，终路欲退还，故以方便力
全化作此城，汝今秦京尽，当共至宝所。我亦复如是，为一切导师，见诸求道者中路而懈废，不能度生死，烦恼诸险道，故以方便力为悉说涅盘，言汝等苦灭所作皆已办，既知道涅盘皆得阿罗汉，而乃集大众为说真实法，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乘，唯有一佛乘，悉处故说二，今为汝说实，汝所得非灭，为佛一切智当发大精进，汝证一切智实力等佛法，具三十二相乃是真实灭。诸佛之导师为悉说涅盘，既知是悉已，引入于佛会。